点葱姜，然后先紧一下，先紧一下啊，完了葱姜，就凉水下锅呗，紧一下就完事儿了呗，这个高压锅里边。你问谁呢？我自言自语呢。你那干啥呀？那不能放地上啊，我的意思。啊，我寻这些都超了呢，这些就够了，好像哈。那你羊肉一斤多少钱呢？你忘咱那次买个腿花多少钱？嗯。咋不搁压力锅干呢？先焯一下呀，紧一下。拿个凳子，凳子你站不住是吧？哎，好，那你放点葱段。你不紧别紧吧，紧不行，不关水行不行啊？姜片，再倒点料酒。喂，再倒点清水。开水了哈，最后一步，茶汤店开始胡杨汤。我爸已经把香菜还有葱花切好了。就等着羊汤出锅了，羊汤出锅了，哎呀，咋都飘起来了呢？这还得切吧？搁手撕就行。那多烫手啊！我爸说他要用手撕，半撕吧，老烫了。烂好烂乎了哈。你真烂活。今天我们这顿晚饭吃的有点晚，现在都8点多了。爸，你把那汤直接倒那肉里头呗。那汤干放，碗里放肉，然后再加汤。嗯，那也行。放桌子吧。我寻思在桌这吃去，上那吃去啊？哎，在这儿也行啊。在这儿吃吧。我们发现了一个好地方，觉得这个厨房特别宽敞，所以今天晚饭我们决定坐这儿吃。哎，可真烂乎。嗯。喝汤的碗有点小了。妈妈，我就是这样玩的，我叫他给你整碗了。羊，对的，这顿羊汤不容易啊，你说。来吧。这个羊是来自于舒兰的羊，今天炖了，这炖的快2半夜了，才吃上。哎，严叔。我天哪！你干啥呀你？妈妈要盐，我咋没盐呢？行，那这给你。来，我这有盐，我那也要盐。不行了，饿了。有点大。姐，你看你家这厨房多宽敞啊！那以后你们就在直接在这儿吃得了呗，别往客厅去了。到时候再说吧。不是真的。在这吃。你这啥意思？你丫头呗，是那意思吗？那他说在厨房挺有意思，我这吧台整的干啥的呀？冬天喝点热乎乎的羊汤，爽，暖胃。爽啥爽？应该夏天喝爽。你看暖胃多暖，开窗户了，屋里热的。我家我姐家屋里吧太热了。这顿饭不容易啊。爸，你那里是不是一个筋？嗯。你喜欢吃筋？筋好吃啊。我和我妈一样，羊汤受不了。羊肉饭不少造，羊排你也没少吃呢。那可以，烤的我能吃，就酱羊汤我不喝。剩下的羊啊，全做汤。做呗。